记得腋下的味道如何？いやまああの正直言っても最悪でしたね。他这个人就是爱开玩笑。划五十五小时岛石原岛 ，Kid 被牛郎帝王罗兰贤超臭。实在太狂了！三绿花市与文策院联手，日本集中打造的实境节目上传了。各位挑战从花莲接力到石原岛六十小时不间断，最后以五十五小时提前抵达。13号举办登岛庆功记者会，日本牛郎帝王罗兰也被问到四位男成员谁最适合当男公关。いやあの普通にこうアスリートの体ってやっぱかっこいいなと思うし、うちの女性スタッフも彼が一番かっこいいっていうあの話は、日本のスタッフなんですけど、彼女がもうすごく彼はかっこいいって言ってたんで、もう彼はすごいいいホストになるんだな。あとまあジョージもかっこいいですよね。まあ一番はカクさんかなと思います。キッド腋下の味道如何？いやまああの正直言うとまあ最悪でしたね。狐臭那种臭吗？啊，そうですね。あの男の化けの下の匂いでした。まああの時はあのみんな酔っ払ってたんで、あの今さんの髪の匂いを多分キッドさんが嗅げと言ってきたんですよね僕に。でまあ僕は彼女のあの髪の匂い嗅いだらもうすごくあのいい香りがして、でまあそれをキッドさんに伝えたらじゃあ次は僕の脇の匂いを嗅いでくれっていうような、まあ、そんな流れだった。我们昨天在聊天，然后罗兰就说他身体，我们就说罗兰身体很香，然后是用什么香水的牌子这样，他说是罗兰牌，就是说他自己的体香，然后说那你可以闻一下我的体香吗？那你有 T 的牌？那他当下给你怎么回？因为他说他很乐意，因为他自己主动想闻哦。然后闻完，好吧，然后就这样子给他闻。那闻完之后有变脸吗？他其实就是有点会有点太惧怕，因为这个可能会太浓郁，跟我距离大概一公尺。他刚说你很臭，他刚说很臭，他说很臭。对他刚有说，他这个人就是爱开玩笑。所以你们都没有吵架，都是一些摩擦。我很乖，我只是脸比较臭而已。然后我没有心情不好，我就是一个。那你因为谁脸臭？我没有。好了，我帮他解释，我帮他解释。不要说我。就是我跟他吵。好我要救你，你又不给我救，好难一件事情。我要救他，又不给我救，好，就是反正就是他，其实有一次我们在龟山岛那一趟是有晕船的，他就是整个脸很臭，然后就有点就是完全不想露脸这样子，然后好编不下去了。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超开心的好不好？